岩本山公园的赏望台，这里旁边有个咖啡厅，也是景观咖啡哦。然后这边有个告示板，然后四月我去过的龙源渊就在下方，然后前面是吉原车站田子之浦渔港工业港拍夜景的地方。伊豆半岛被云雾遮住了，新富士站跟富士站骏河湾，所以说好天气景色是真的很棒。好，以上。